戚朋友，还有现场的朋友，我们贵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心雅。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小小的力量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发挥爱心。会呢，三位贵宾跟小朋友们呢，会手持着我们的安心守护的扇子，然后扇动他们前面的这个大炭炉。Ready go！ 来，用力扇！能够有这个机会，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可以帮助一些小朋友，然后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力量，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发挥爱心，然后帮助那些小朋友可以有更好更好的童年这样。平常你自己有爱吃烧肉吗？平常其实蛮爱吃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吃东西的人，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因为这次就是可以做爱心，然后又可以吃到烧肉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。是美牛就这个风暴涌上，看那么多新闻，会不会觉得害怕吃牛肉或是少吃牛肉？哦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本身已经不吃牛肉，因为我许愿。害怕我其实还好了，因为我就是以前就是不太会挑食，就是会都是很爱吃就对了。鸡肉呢？鸡肉，就因为我最近在减肥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吃素也不错。跳舞就难免都会有一些肉会飞，你知道。就是难免都会拍到一些赘肉，但是其实我真的最近是因为要穿比基尼，就是宣传那个防晒，所以就是会有在减肥，这样还蛮努力减肥，就是真的有瘦3公斤哦，还不错吧，半个月。人家不会担心身材缩水？不会不会，还好，就是还是尽量要吃一些营养的东西，对，不要不健康的瘦。